是无可能新部长早成的哦。那是安怎？我这不是应该安怎嘞？你当作咱台湾来的是好欺负哦？你莫甲我动哦！我连甲你讲清楚。好啊！佮讲你是真正唔惊危险哦？你嘛考虑些囡仔下无？啊，佮我嘞？哇！你即摆咧嫌我袂晓收哟？谢文清，你啥物时阵要喊你两只啊？啊？我是为着咱家、咱的公司呢。你若退一步，伊就进一步，伊就是迄款人，软土青骨。咱会互伊食死死。好啊，你莫佮讲啊啦！就甲做好好。阿妈，做阮这道的，也是有阮的艰苦啊。你放心啦，惠珍吼，恁都吼伫遐新加坡赚大钱啦，会记的哈。若转来的时阵哦，都爱加摕一寡给阿妈做所费哈。哎呦，你都唔知阿妈哦，最近唔知啥，啊这手机哦唔够摆啦。阿妈，我这届无啥顺利，想买阿钱，怎摕有阿无？我唔知影咧。哦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是惊伊讲吼，我搁摕去跋筊，跋到输了了，是毋是啦？吼，我甲你讲哦，那阿嬷跋迄筊吼是三百尔啦，啊那恁吼，迄计甲迄个内嬷，你跋拢是大动的啦。哎，啊伊内面甲你摕钱的时阵，较有参照讲吼，你安尼哦，我甲你开嘴，啊你就爱圆圆圆，袂敢那圆的哈。啊，敢真是讲哦，啊内嬷甲外嬷都差哈济哈。珍珠啊！我跟你讲哦，嘿嘿，阿伯哦，这囡仔孙哦，你若生出来时阵哦，我一定要跟你讲哦，因老母哦是足够的啦，啊，自细汉哦，都安尼足够赚钱的，赚钱哦，赚到那水共款的，到即阵还搁咧赚的，哈哈哈哈。安尼甲我挂断啦。文清，文清，紧叫咱的囡仔，紧。我已经的，啊，亲爱的。
你们让我打一个电话。丽哦，他都叫你去请你，你都唔去，来，试看麦，若是无下输，我会当摕去换。免啦，甲你讲我看，就知讲闲个啊。喏，你看。嗯，小下输的呢。我问对哦。嗯。哎，等下，哥，你过来。我来接。啊。 喂，不是，请问您是？我太太找我，抱歉，我没结婚的，哪位太太？季贤忠，是，他现在人在哪？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我先忙过去，谢谢你啊。靠。 请教一下病人现在状况怎么样？我刚刚已经帮他检查过了，他只是动了点胎气，没什么大碍。宝宝的心跳也已经稳定了，妈妈只要多休息就可以了。我会帮他开一些安胎的药。好，医生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对，女人怀孕是很辛苦的事情，当老公的就要体贴一点。好，我知道，谢谢。 青青啊，像我林家河，你过会记啊？林家，感情真是你。 帮我一下啊，拜拜。安宁哦，三弟哦，他拄我接到电话啊，有人敲我讲什么，我的太太咧落昏去，我俩准讲是有人故意来创治我，想不到竟然是你。 我记啊，我是常常想着你，啊，不过，安怎想，我想袂到，但是安尼见面呢？真哩，真哩无看你，安怎？过得好不？只是要安怎讲，辛苦你啦。 我马虎虎还可以啦，刚来我做行李做无呀。你还记得吧？细汉时阵，咱最后一届约要见面，结果我咧码头遐，等到日头落山，最后也是无等着你。我还记得。 是的啦，我阿妈，她发现我们两个在通信，就生气，当天就把我带回台湾，对你失约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但是过这么久，我想要后悔是你啦。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想啦，
准讲咱两个吼，注定讲是对方生命中的过客。那呢，咱一定是一种啊，永远住在对方心肝内，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起的过客。是啊，有一块人吼，虽然是识无偌久，啊，不过足重要的，甚至会当影响到一个人一生。对方欠你偌济？四百五万啊！明仔载就要给别人啊！啊，新加坡我也无收啊！我看叫人分清，今日转台湾存钱啊，明仔载才送。